看看新闻网。好，说到两个多月前呢，文章姚笛呢是密恋曝光啊，文章和马伊琍呢一度是深陷这个婚姻的风波。不过在事发之后呢，两个人还是试图不让大人的事情影响到孩子。对，这也是他们能够做的最大的努力了。那马伊琍携家旅行聚餐，文章带艾玛去游乐园，亲子项目呢还是不少的，却一直没有一家四口共同出行的这个情景浮现在大家面前。好在大女儿的幼儿园晚会呢，终于给了这一家人共聚的一个好机会。不管外界如何评价文马夫妇，在女儿的眼中，他们还是和昔日一样的父母。幼儿园办晚会，一个都不能缺席哟。司令妈妈就是有时间观念，早早的就到了。白色娃娃衫，一身休闲装扮，素颜的马伊琍早早来到学校附近，一直忙着打电话，直到学校老师出来招呼，才与老师热聊起来。而老公文章迟迟不到，让司令很是着急呀。从周一见之后，这位小爸爸像风一样来去匆匆，不过为了女儿，文章还是要一路风尘仆仆赶来的。